当然，也有不少的人认为马斯克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，他现在名下有那么多家公司，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特斯拉的日常管理和经营，却还拿着那么巨额的薪资奖励，这就不应该了。他后来选择的创业方向，比如电子支付平台 PayPal、 特斯拉以及 SpaceX 等等，也多集中在这几个领域。马斯克认为，未来全球能源必然会转向可持续、可再生能源，并且当时的马斯克就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，拿出点钱来买下特斯拉，对马斯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于是2004年的时候，马斯克就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加入特斯拉，成为特斯拉的 CEO， 并随后很快就成功的推动特斯拉在纳斯达克上市。当时马斯克的出资额只有区区的630万美元，而如今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。马斯克持有16%的股份，按此比例计算，他在特斯拉的股份的市值已经涨到了960亿美元。这样算下来，当初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2.3810%，这事还得从马斯克与特斯拉的前世今生说起。按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，这都是很正常的，但关键是认为马斯克所拿薪资奖励过多的一方，却包括了特斯拉的一众股东们。他拿着用 Zip2 赚到的3.8亿美元，投入了一个叫 X.com 的公司，从而创立了 PayPal， 成为是全球最大的电子支付平台，打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支付方式。他带领下的特斯拉就更加广为人知了，引领了一场电动汽车的革命，将传统的石油大亨和汽车巨头打败，包括大众、丰田等汽车也都纷纷效仿特斯拉，陆续推出清洁能源车，但特斯拉依然牢牢占据新能源车老大的位置。可以说是马斯克的一个举动掀起了这场能源革命。他与特斯拉的股东们签订了一份协议，成为特斯拉 CEO 后，他每完成一些特定的指标，如特斯拉的市值达到某一个数值，他就能获得部分额外的股权和现金奖励，这就是马斯克巨额薪资奖励的缘由。这件事就尴尬了，马斯克估计要恨死这些没良心的股东了。当初要是没有马斯克，这些股东们估计现在都在喝西北风呢。现在特斯拉牛了，火了，反倒嫌马斯克赚得太多，这是要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的节奏啊。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特斯拉就是在马斯克的带领下发展壮大的，没有马斯克就没有特斯拉的今天。如今的特斯拉市值已经是丰田的3倍，高达6000多亿美元，马斯克占有16%的股份，拿560亿美元薪资奖励，完全是合情合理的，人不能忘本。但是因为马斯克并不是特斯拉的创始人，只是半路的 CEO， 所以特斯拉的股东们对马斯克的感情自然没有那么深，这就好比是二婚的不如原配的。因此这些股东们度过危机发达了之后，就认为马斯克拿那么多的薪资奖励是不合理的，当初被马斯克签了城下之盟，现在开始后悔了。